勇者斗恶龙英雄集结2中文版即将上市喽！台湾索尼互动娱乐特别在今天举办了记者会，邀请媒体抢先试玩。记者会上，记者们体验到单人剧情模式与流畅的四人连线共斗，中文版完美的重现了勇者斗恶龙壮大的世界观，能够用以往历代玩家熟悉的角色作战，连线也非常顺畅。和朋友共同挑战巨大魔王的战斗，也考验队友间的默契。今年适逢《勇者斗恶龙》系列的30周年，台湾索尼互动娱乐总经理江孔达雄先生也表达对本作的高度重视。大家好，我是 SIT 的江孔达雄。今天我想介绍的是《勇者斗恶龙：英雄集结2》繁体中文版。《勇者斗恶龙》是今年是第30周年。那日本的一个国民性的游戏，所有日本人都知道这个游戏。这次二终于对应连线的玩法、连线功能，所以用这么好的、这么可爱的角色，400人一起上线，可以玩。所以8月4号，繁体中文版会上市，希望大家一起玩，谢谢。《勇者斗恶龙：英雄集结2》中文版将在8月4日发售，各位勇者们，快召集朋友一同踏上冒险的旅程吧！